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迷雾尽退，千年尽显。千年前的大漠敦煌，世间百姓修建雄美的壁窟，你便诞生于这壁窟之中。世人给你取名天宇，但你 入室太深，擅自介入人间纷争，致使洞窟受损，壁画脱落。你是谁？我就是元景，无比无子，无时无刻之将，壁画残片散落四方，扰乱人间。 以鸡为因，以鹰为果，一切皆由我而起，我自当修复壁画，重佑人间。